本来事业满满是，人人心肝想赚钱，工业社会大家熬拼拼，目睭白金就想赚钱。我的祖公啊，徛长山，过来台湾烧火炭，嘛得因哥烧满盘，了后过做卖豆干，豆干唔食食豆腐，家己食到山底，互人请看牛。现在伫底市政府，底做大官办公室。想向花小事，厝后过做空红衣，嘛有地做布地戏，顺耍田地做西衣，透早伫地卖豆泥，暗时伫夜市卖大米，大厅开店补喙齿，厝后伫地饲大猪。饲大猪，大赚钱，发达现在伫底卖番薯。上届军力军外妈，伊伫底城内卖鲜炸，嘛有底卖米粉茶，嘛有伫底空高价，大家伫铁路部吃头路。修理火车面乌乌，了后生地几款苦，专门伫底搞花路。细汉的电台吃头路，底讲司机听有俱乐部，咸底拜神卖香炉，专门伫底卖年糕。伫底卖水果，二姐啊伫底捡田螺，三姐啊伫底做土水，四姐啊会晓看风水，五姐啊伫底分鸡龟，六姐啊专门底牛肥，七姐啊伫底割芒阿婆，八姐啊伫底卖面线糊。伫底卖酸醋，万只啊欠钱要走路。大哥伫底卖满纸，二哥五斤拍素食，三哥十月卖白米，四哥掠冷饭打底。五哥电器卖电视，六哥饲着卖咸鱼，七哥草样在做牛哩，八哥因厝在车螺丝，九哥伫底卖鸡卷，十哥伫底卖影汤，十一底卖卤肉饭。上届有钱是阮阿伯，日时开店赤皮鞋，暗时伫底掠水果，嘛有底做淡水梨。阮爸底卖碗糕粿，因大仔底酒店饭糕炊，二仔底做番仔花，上世出名七拉亏，世界头路是万把款。安分守己是头一掌，唔通只山看喜山观，打拼行行出状元。